机，你知道吗？你知道有多不容易不？我的司机的。小三高兴坏了，要公布了，来吧。啊，别搞绯闻了，你就告诉他们，小三既然输了，你直接问他个真心话行不行？我刷个穿衣箭，你别问我。他说他刷个穿衣箭，别问，不行，你代替贼弟问他个真心话。我都刷了穿衣箭了。你觉得贼弟最想问小仓什么真心话？大家别给我点关注，我叫小仓啊。我来问是吧？小仓，你今年跨年，你送不送贼弟礼物？送。那好，我再帮贼弟问个，你会送个多少钱的礼物？来，开始你的回答。不要回答、啊、为什么不要回答，就问你送多少钱的礼物，这都不敢说啊。小三看着我，你喜欢贼弟不？打到了表情，不是、啊、注意穿上。有没有录屏的？刚才我直接随便问小三的第一反应就能做出表率是吧？差点唱图了，刚才差点唱图直接说我喜欢。哪个粉丝想问小畅你扣字？贼弟想的，你看贼弟很害怕粉丝问一些吓人的，他自己在打截胡，你看到没？来吧。没有，我想到了，嗯，有没有想我？那天是谁问我的？贼弟脸都红了。你看那个小子现在笑，怎么又在那里傻笑了？人家问你有没有想他，说呀，你回答呀，想了呀，想的呀，想的呀，想的呀，听到没想的呀？不是啊，你别搞啊，没搞啊，人家直接自己问的好吧？兄弟们看到没？已经回答了，你看到没？小三这些，哎呀不得了，哎呀，绯闻。多留些点，看到没有？感觉到了。哇，你这一来他妈50000人，这真的假的啊，老马？我活的司机，你知道吗？你知道有多不容易不？活的，他今天活了，今天活了司机了啊！活的司机的、啊，为什么？小三高兴坏了，要公布了，来吧，你说一件惊天秘密，给你们看。你真敢聊天记录啊？你搞。你真给他们看聊天记录啊？别搞绯闻啊！先看看啊！你别搞绯闻哦、啊！就他们看。你从几个月开始吃的小燕子啊？啊！你看有人要笑我，有人会不会笑我？就你们看看有没有人会笑？你贼的强忍住不笑，忍住很难受的。我的借王者的号。哎呀，他们真笑我！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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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告诉他们。小三剑输了，你直接问他个真心话行不行？你问他个真心话。我刷个穿衣箭，你别问我。他说他刷个穿衣箭，别问，不行，你代替贼弟问他个真心话。哇，我都刷了穿衣箭了，你不问了？你代替贼弟问小三个真心话，你觉得贼弟最想问小三什么真心话？你心里面有没有数？大家别给我点关注，我叫小畅、啊。有没有？有没有数？我来问是吧？我来问，小畅。老马把这个机会让给我来问，好吧？你现在就得看着贼弟的眼睛，你想不想陪贼弟一起跨年？你觉得他怎么说？要跨年了。哎，你觉得他会怎么说？那这样吧，我们换个问题：今年跨年，你送不送贼弟礼物？送，肯定送啊。那你觉得他会送？那好，我再帮贼弟问个，你会送个多少钱的礼物？可说大概，几根手指就行，可以吧？啊，来，开始你的回答。哎，画大饼，没高飞完，你要送他礼物，这不是很正常吗？你要送他个多少钱的礼物？我们就后期问一下，是吧，老马？对不对？应该，还不说，沉默是金，他搞那一套，他不说，你看这个人好搞。不要回答，为什么不要回答？就问你送多少钱的礼物，这都不敢说啊，那脸红了。你觉得他会送什么？送花就太 low 了，对吧？你觉得应该他会送哪方面？包包还是什么？我觉得小畅，我现在一说了，他可能就会送戒指。赵九有了，赵九有了，嗯啊，
后就有人，你送戒指了，真的假的？真的假的？不是，能不能别搞啊？让贼弟把手伸出来，真的吗？对。现在他已经贼弟在突兀把手已经把取掉，贼弟把十个手指门伸出来，让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有东西。对。对吧？这个是我跟清欢他们去买的，还有菊妹一起去买的。就一个和清欢他们买的。你看，如果是这小张说的，这个如果说是小张说的，真的是，这是猴狗说的面的，怎么这么一丢丢啊？是吧？对吧？我建议，你知道我建议小张说什么吗？你在说什么？小张，你想听吗？你说吧。你觉得是送什么最好？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哎，这家椅子是跟我一样的吗？是，不知道哦。你那椅子是多少钱的？总感觉跟我一样的。我这个好像两三百块吧。我建议小张就送这里一副椅子。为什么？他要直播，经常要做，就送他一个高级一点的椅子，是吧？每天坐在那里多累，每无时无刻就会坐，一坐就是两三年啊，这个东西。你得问他到底去不去杰里家那里不理、啊、他绝对去，他不去我是狗啊。你赶紧现在给他找个理由啊。我该找好了。本事让他去的。石头剪刀布，贼弟和小张石头剪刀布输了去贼弟家，小贼弟输了去小张家。可以。不就可以了吗？你说对不对？就没必要了啊。这个东西反正已经实锤要去了，小张已经输掉惩罚了，没办法，他必须得去了。哎，他们要去了。你看看嘛，这家耳机戴了这么久，也不知道给人家买一副好一点的耳机。这小张自己用的屁就算了嘛，女孩子要这些东西要用好一点，都给你不懂。小张这种耳机戴着很傻的。对呀、啊，他给贼弟买一个像我这样的也行啊，是吧？人家戴一戴戴两三年了，你不给人家换一个？你这是什么耳机？我这个是戴森。那不给我买管、啊？你耳朵上戴的啥子？有啥子？那个？你嘞？放苹果嘞？你嘞？你多的买嘞？嘿，你这是八字得行。那个带起就是哪个的，哪个拿的就是哪个的，你的。自己给人家买，这样吧，你刚输了，给你个惩罚，买一副新的耳机，圆孔的应该是圆孔，送到哦不，买个新的耳机和摄像头是吧？买个像我这样的摄像头，送到人家贼弟家去，包邮到家，小畅亲自送上门。让你问真心话，让我问真心话，吃惊了是吧？我问过很多次啊，没有问的，真的。我也觉得。其实我要问的就只有一点，你知道是什么吗？你看着小张看着我，就你就看着你的镜头，你喜欢贼弟不？小张的表情不是、哎、注意看小张的表情，能不能别浪费呀？直接把他给小张刚才那一个眼神，哎呦，刚才认真的吗，兄弟们？有没有录屏的？刚才我直接随便问小张的第一反应就能做出表率是吧？差点上头了，小畅。他差，小畅刚才差点上头，直接说，我喜欢。好，兄弟们，刚才那个地方无声胜有声，已经 OK 了吧？对，已经等于回答了。已经等于回答了，哦、沉默是金，无声胜有声，这没办法了，兄弟们，欲言又止，没办法。他以为他刚想，哎，没开直播，哦，这开直播不能说，算了，啥都不说了。纠结到底要不要直接上？纠结什么？哎，这个王者怎么下这么久啊？你们下后面，我怎么能下一半哦？我下好了，你们都下载好了吗？刚刚已经更新完了，他进去了。二丫里面的，你们下载好没有？下载好了。你看，一个都不说，密神这些也不说话。我已经登上去了。好了，师傅，麦克风断了。我一直都好了。他们在说话。下那个王者、哎、怎么都听到了？下那个王者，你得切到、桌面。小张刚才想，你们下载好没有？下载好了。兄弟们，想要看一把王者荣耀，我就用手机跟他们玩，可以吧？好，来吧，来，兄弟们，用手机跟你们玩。用手机给你们直播一把啊，然后不知道你们看的习不习惯，可以吧？因为那个马上，兄弟们，我用手机，你们都有后面啊、哦、五个人。我已经去吗，东哥？对，这一把要是输了啊，这一把要是输了，哪一方输了，哪五个人接受惩罚？每人一个真心话。每人一个真心话。每人一个真心话，敢玩的来。好吧，可以吧，兄弟们，没毛病吧？都敢玩不？可以，土哥。问一下粉丝呢？就这样，到时候我们直接随机连。你是密神的粉丝，把密神的粉丝就直接申请连麦上来。小畅的粉丝就小畅的粉丝，让粉丝来问。嗯，这可以。来来来来，我觉得想真心话有点。而且是我，是问的。等一下，我先把
我要先把短信关掉。我他喵的，你知道怕发生什么事情吗？什么事情？被他们看到我的银行卡余额。等会儿，银行卡余额，你又不止一个卡，怎么删微信了？我被删这个，不会看到的。真的吗？嗯。他喵的，我怕被他们看到微信余额。问我这万一在王者荣耀一下不小心充值了，他喵的一弹个微信不就出来了吗？有对不对？老板，你说我说的对不对？但余额它显示不了，显示不完的，只能显示前面几位。真的吗？对啊，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七位数就显示不出来的。OK， 来来来来来，五个人出来， okay. 来吧。我这下载太慢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喵的，上好没有？你们其他人上号没有？在上号图啊！我叫平淡哥哥。我游戏麦我是不是得设置一下？我玩的平淡的号。OK。马上我让他扫个号。来，要玩的把摄像头打开啊！我们跟谁一组？我们就公平分队，知道吧？怎么分？就每个人都比每一队里面都要有重要的人。就比如说，嗯，小畅就不能跟贼立一组，我就不能跟你一组，我们指定要岔开。啊我们岔开来，那我跟小畅一组吧。你跟小畅一组，这里跟我这边一组。对，这样输了相互问是吧？对对对。我买一个李白。那平常想锤死你，每次拿人家的号直接乱搞一些东西。来，兄弟们，给你们抽个奖啊！今天在直播，顺便给你们抽个奖，秒个东西出来。我看秒什么？秒个多宝吧！准备好，三二一，走！由于直播间的声音大不大，平常听下游戏声音。开！我靠，好差劲！我们钻石多宝宝，钻石八千多个，老板，你们全部弄好了，加个好友，小仓，你们先看看房间弄在一起，不然我来弄，我先在这里抽奖，给直播间看一下。小仓，我加你一下。OK， 你们都加我吧，我叫平淡哥哥。快点都加我吧，我叫平淡哥哥。要打游戏的快加我。OK。什么声音？没有错别字好像。你们要关注应该是。说不出来吗？哇，这抽奖行不行啊？有什么是不是要关注？这个怎么弄？你什么区啊？微信区啊。什么这么附近的人？这怎么加好友的地方？等一下，我现在附近的人看能不能拉你们。什么道理啊？我嘴弟不在附近啊！耶，我加韩哥了。哎，人家青蛙也不在附近，你为什么只说嘴弟？你看到没？看到没？八十万赞。这只是加别人嘛？加个别人嘛？我这个加不了。点到一百万不可能，我看一下。马家军能点到一百万。马家军还是有点。发二丫公屏上，快点发二丫公屏。大家戳放牛的。哎，我看着你了，陈哥。不对啊，我邀请你了，这个是我。这他喵的怎么回事？抽这么久都不出一个。我玩什么呢？我叫那个晚婚，拉你了，陈哥，你现在加我好友。你叫啥的呢？我加你好友了，陈哥。我可加你了。啊，狮子要吃糖。哎呀，这怎么回事啊？这个抽奖。我加青蛙，把游戏 ID 发到公屏上。啊？我们全部加你，对，我们全部加你。哎呀，这个抽奖出不出啊？还不出的吗？我不是进了他喵的这幸运值到达多少要出吗？怎么一百八十多还不出？用的是五千钻的了吗？八十九，五千钻都没出，别抽了，不抽了，好像是两百多才出，我懂不懂？两百多幸运值，哇！哎，要打游戏的，看一下二丫公屏，全部都加这一小青蛙啊，快点，等会别人拉不了你。我靠你！妈，我看错了，我以为是荣耀王者一星呢，原来是荣耀星冠。没了。我加你了，我叫平淡。嗯，你呢？来拉我，拉我，拉我。来，清欢进房拉我们。OK， 进阶不进阶？对。会进房吗？五 v 五就跟我们上次一样，有争斗模式的。嗯嗯。来，我拉你了吗？附近还有谁要进来？陈哥拉我一下，陈哥。OK， 我看一下，我怎么又找不着你了？网婚好友就有，我看看。
他们说让我再点一下就会中，是你吗？这个青铜我才不相信，这老铁想坑我，不是我，我少给想坑我，少给那个万万去了，他们让我再点一下两点，想骗我是吧？你肯定想点，我不想点，因为你最喜欢，我用了这么多钻石我还点，等会儿输了你就，他们就是想，你就是想点给自己找借口，那粉丝在说点我不 点, 点吧，不点不点不点，省一下省点钻石，到时候万一用那个符文升级符文还有你们买了可是拉我进来我去升级一下符文，我法师符文不满没了，禽兽呢，禽兽到我妈刚刚重启进了，我这个还没好，还在下了，你自己看重开，从重播开播就开始下，到现在没动过，还没下好，还有一半60%呢，我操，不知道为啥。那我 OK， 还有位置吗？唱歌有有啊，还有三。OK OK， 我来了，我刚弄的好。那你就加二丫公屏上这个 ID 吧。OK， 我记得我有谁好友来的之前。他们说真的最后一下就能出了吗？要不相信他们一次。我记得也是200多就能出，但是我很久没有整过，应该是啊，点一下，不点，不点，兄弟们，老马用眼神已经告诉我让我不要点。我们怎么分队？哪些人的技术很厉害？有星钻技术的，在那个房间里面扣个一。我很厉害，只要是星钻以上的技术扣个一，我操，一个都没有。会不会扣一啊？你们知道在哪里扣一不？不是不会扣一，是没有星钻以上的技术，鹏哥。就星钻一个是星钻以上的技术。对，不是星钻吗？你？星钻以上包括王者还有谁啊？你叫啥？我叫日落，非主流。小陈也是星钻。日落是谁啊？我也不知道我啥水平。钻石，钻石，钻石的技术，有钻石的技术扣个一。他们说真的最后一下，我去点一下了。我记得应该就差不多得出，他们就说点一下，我们就点一下，就点一下。没有撤退，你再点个是不是？出！哦，出了，真出了！他们说必出的，看来没骗我们。这王者水晶是干嘛的？换成王者商店里面的东西了。哪个？换钟无艳。我不要。钟无艳这皮肤好。好吧，它是什么？它是法，它是属于什么？它是的。不是。手吗？坦克辅助版。嗯，就这个。OK 了吗？你们拉我进。真进。我缺两个人。缺两个人。蜜神进了吗？我进了，头哥。日落是你是吧？对，我们得均匀分配呀、啊。我得去对面，老马你跟他们一组好吧？谁输了我们就得着问真心话大冒险了。再进来两个粉丝呗，是不？那我就拉那个战队里面的人了。好，开刚好。都开了。嗯，这是我战队的，先是选出我出战的英雄是吧？我打野我无敌，我打野无敌。兄弟们玩哪个英雄？玩哪个英雄？我是高手。嘿嘿，我玩射手吧，我只会玩射手。姐姐那个不是我玩，没事，你玩什么？马老师你玩什么吗？这是谁呀、啊？我这边的队友是哪些哦？我头哥，你呀、啊，我跟你一个啊，背了。我可以的，你打野的吗？你打野，你带闪现。哇、哦，对，没事，我已经给他改。他们让我玩猴子，完了，兄弟们改不了了。完了，完了，兄弟们。20K。哇，这你们是不是小孩子？怎么都喜欢看？输了，我问你个真心话。想看什么？他们想看什么？我不知道，把谁输谁问真心话。你问我真心话。好吧。我对标谁？我这样吧，贼弟对标小畅，我对标你，韩哥对标清欢吧。不是浪费。蜜神，蜜神。韩哥，这不是韩哥，韩哥还没下载好。
啊，韩哥没，韩哥没进来，这是忘了哦。那有惧怕是吧？我在马老师这边。我掉，那太好了。我不会玩，你不会玩就会成手。那他远程啊，他打得远。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请做好准备。你玩哪个路？我跟谁对线啊？吕布是谁哟？吕布该不会是粉丝吧？啊，吕布是粉丝。有远方就有希望。你跟万万打。我们这边我们这边吕布是粉丝。对，我们这边有一个也是粉丝。我们这边没关系。怎么没人跟我一起走啊？啊，你先在塔下发育好吗？我们走中路。收到，这吕布怎么？怎么我们队嘎了一个了已经啊？谁呀？那上路那百里，他被我 A 死了。谁呀？这个，一看就坑货。打呀打！我等技能呢，冲哥。弱化是迪克啊，你是剑。嘿嘿，哎呀，老马呗，兄弟们到了，老夫可没有。快走快走，老马快走。咋的？我不想说话。你玩这游戏你不想说，为什么不想说话？你要说话，你要交流。实用的人生道理，接受意外，并你在哪里？我在下路。在下路。你看对面狗针对你，看好好恶心。你先等。啊！别别别！狗针对，你狗针对，来吧。别！是啊，狗。哎呀我真服了他喵的。日落是谁？不是日落，我在吃饭，你干嘛跑到我旁再来长沙了？我成黑了。侥幸击杀马老师。先截个图发个朋友圈装个。迷神把你杀了。是迷神啊。我好恶心，你不辅助辅助吗？你们两个在干嘛？对面玩不起。平淡跟谁一组的？不是平淡，那是我。平淡呢？平淡不玩啊。啊，我跟平淡一顿的。啊，你一顿的。平淡我呀，直接越了，下路直接越了，通哥。那完了。平淡菜刀，菜刀。平淡菜刀。完了，怎么全部打我？谁都逃不掉。完了，快跑！哇，快跑！跑得从马老虎。我跑了，哇！你骑到对面好恶心，狗针对，我直接过来传送一个大招。他们狗针对老板，你知道吗？后面你们这边狗针对，针对我一个。对啊，就针对你，怎么了？就针对你。哎，你下路没了？打手吗？我来了。打我干什么？就打你。没事，来了，米神来了。我哪里来了？我没来。那个马老师，我哪里来？我还打龙呢，我在。老夫这边说真的没有讲究的呀，平淡杀两个可以啊，平淡是我呀，平淡这把没坑你。他又听不见了。啊，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快跑快跑，干嘛去啊？只怕你回去，你去看我，他还在这呢。你下走的哪啦？我不知道，我怎么知道你在这里？我得去下海并且享受它。没动到，牛逼啊！这个是谁啊？哇！大哥打他那个，把那个下路抓爆，他那个老射我，我操！快来兵！完了完了完了，抓我！我的兵线，你帮忙，队友，帮忙，队友，我的队友在哪里？队友！哎我丢！来，我逃不了了。别总想着征服海。哇！抓他就一个抓他，这个日落抓他，我怎么回家了？哎呀！我给你藏回去，藏回去吧。传到了退休年纪，老夫可没有。快来，惧怕，兵线要没了。啊！快来下！还要清兵吗？你不清兵线，你哪来的经济？快来，龙要没了，王厨师龙已经没了。
你爪子？兄弟们，童哥在窥屏。你偷瞄我是吧？我被我被网了，没人管我，我吃饭去了。啊，我服了。谁管谁玩你哦？这老夫子是谁嘛？哦不，这个百里守约是谁嘛？过来过来。啊？哎呦！别回，别急嘛。打他，来抓他来，把这野鸡吃了。百里百里。百里。走走走，回头加我那个枪，加我那个枪，完了，我这么多人啊！阿蒙，知道你加我那枪，哎，怎么把我传送过来，你们一个人都没了？没了？怎么又传送过来，你们一个人在这里？死了！我们被打了。你看他们要来抓你的时候，我给你翻个圈，你去那个圈子直接坐回家。我他妈抱团打的好狗啊！偷塔，看看玩的哪里玩？兰陵王，哪里？兰陵王，我操！我打得很爽，菜鸟啊！对局哪里？边吃边打我的队友是吧？还喊着爽。啊喵的，这个人家女巫饿不死嘞！女巫血是真厚呀，我的。马老师，我来喽！快点跑哦！再往前走，你要死！慢慢走。别总想着争取，干嘛？坐正，玩游戏，别给我在这里。好痛啊！那个百里大人，干我一下就没血了。远方就有希望。嗯。我也干扰。打。完了！不能在他们圈里面打架。哎呀，被冰了！我有干扰。哎呦，我操！踹塔！把塔出的，把塔出的。再踩一座。你得按闪现。哇，来了个人！干他！完了，漂亮！等得别了，出不来了！哎呀，我操！完了，我出不来了！我不回家，不会没了，东哥。别按闪现！为什么要按闪现？你看到人，你就按大招。那个二技能不要按，冰冻技能一般不要按的，你知道吧？就按冰冻。不能按冰冻，按冰冻没用。不要按冰冻，冰冻只能把人定着，没伤害人，不能。对啊，我要冰住了，我再按大招更厉害。哎，没什么用。才不知道。冻住了再按减速。你看吧，没用吧？冻不住吧？你个老头都动不住，你有什么用？不想动你。真哥，嘿嘿，那男的要野吗？这个，操！你把我野给挖了。干人呢？踩下去了，把太阳镜顶到这儿了。哎呀，你！完了！他们抱团了，他们组一块儿，传过来！被打了，我们也要抱团。你刚才出去，尽管被我打了，你被打了有什么用？你不又成为你老下路塔没了，下路吧。哎呀，下路没塔了，队友。什么呀？这个平淡就直接把我秒了。哎，你手越死越厉害。还是交给那些毛头小子吧。我怎么打不过那个老夫子啊？你在跟我开玩笑，你打我，困住我了吗？走不出去。你搞死！拜拜，弟弟。铅笔上老婆是吧？救命啊！我操！哎呀，这个灭神真狗啊，灭神！没错，每次都来，谁让你杀你对象呢？是吧？一天行道，拔刀相助，不用谢、啊。老夫子，老夫子，兄弟们，什么老夫子呀？嘿嘿兄弟们，老夫子很强的，我跟你说。受意外，并且享受我野他妈都被队友拿了，去打这个玩快点！由远方
竟然他们要打龙，家人们家人们，他们竟然要打龙，家人们，草里蹲一波来。啊，你没来，上打，快走快走，好，过来一点过来一点。不能让他跑了，不能跑！我怎么跑这么慢？中路塔，不要打了，中路的塔。打龙，别怕，打龙，单挑啊！我单挑大龙，不要怕。你死不死李德顺啊？死不死？你单挑的王，你单挑的王，你不怕你啊？是不是？哎呦，还老不死，不拿捏你。他们那个满血的欺负一个他们两个血的人在狗叫，你狗叫什么？105万点赞，让你的。他喵的，兄弟们，这个人在那边狗叫狗叫，他不是打爆你在叫，你叫什么？快推塔，不要跟他们再打了。哎，为什么他们有龙啊？我不打龙了吗？为什么龙往我们家跑啊？他们打的是大龙吧？好像。我操，中路好多，不要去吕布，吕布快跑！快跑，吕布！这吕布老头，完了，吕布要死了！别打！快走！守家！冲！不抢位置啊，家人们，我上了你们就直接上就完了。我的二技能有沉默的。你干嘛？我跑，你跑哪里跑？我的真真眼啊！什么什么？我血多的人在身上跳，有问题，好不好？设置有问题。他怎么下路过来了？我真假？这小三一滴血往一个满血的射手身上跳，这垃圾设置，我的完了完了！兄弟们，救命！我被逮了。我逮他，你逮我，想说我他妈走就想打你了，你他妈叫！哎呦，你干嘛呀？我以为你多厉害呢，小人精，我打了！我天啊！真疯了，兄弟们！我操，我都被秒了，我吃饭。OK， 兄弟们要出这个是吧？我们等一起团。我攻速好慢。出什么加攻速啊？他喵的，双方的实力居然他妈相互相他妈5-5开呀！我们老马，不是这个安，我好奇这个安琪拉是谁来？这安琪拉，我打个红，你忘了？你把差点把大招丢出来了，抢个红，你把四大红干什么？现在都34个了，那是小畅，哎，那是小畅啊，平战玩的，平战没玩。哦，小畅玩的平战的哈，我也干了，我就说平战平时那么菜。我爹，救命！中路炸了，去中路守一下。不要守，去吧，快，把这个给我，我要蓝，真奶奶。哎呀，这么好朋友。这个，看我分。打！妈呀，这个吕布他喵的，怎么血这么多？大龙，日落是谁？你们可以搞个大龙来了。冲了兵线，兄弟们，这谁呀？这什么英雄啊？怎么一下跟鬼一样过来了？什么英雄？放大招让我回去。我没大招，刚上了，上个礼物了。他们在打龙，龙在动啊，家人们。哎呀，抢了，给他抢，差一点点。这谁呀、啊？你真的给我等着，我受不了你了，不要给我跑。No。我打老夫子，杀！给我护驾，范牛的要嘎了，家人们！我操，范牛的嘎了，凉透了！杀！耶！啊，进两个后排，快跑！跑不了了！打！我要来守家！哇，真眼啊，你们真眼啊，真！哎，打我呀！还在那嘲讽这小张，我打他！大龙，我抓你了！别打！快跑！别打了！打他家！真服了，他们一群人都在怼我，去把他上路推了。你等着吧，你等会儿等着被我弄啊！你先小小张炮一个人啊，那么痛，油腻。去把这个水瓶要是掉了啊，你等会儿你家被我手下被我弄，我跟你说。
你别再装啊！哎呀，真逗啊！这个怎么要拆塔的呀？你是来玩？我好了，我要拆塔。嗯，把野的打，把你，哎呀，兄弟们救命！喊救命救命，兄弟们！要的在那攻击线都没过，都没松过，救不了人。我中路中路，虽然说没玩过王者，但是我会玩英雄联盟。还吧，童哥一波了，来，还不了一波，我们这边不行，不你们守中路了，安琪拉他们守中路。OK OK， 我来观察敌情。哎，下面有个，下面有个老夫子。别去别去，你死了就没了。当枪老公来，你在下路是吧？你又来抓你，你跑吧，你跑了，你还不抛手？好了，我丢，能追吗？快跑！中路有线，中路有线，中路有线，回去回去。中路他们全部在那，全部在上路，去把下路塔给拆了，把下路塔给拆了，快点快点！来不及，东哥，来得及来得及来得及。你看干嘛干嘛？我操，这有个老六，妈的！密神在当老六呀，那个下路塔又没了，你们守一下中路，我去搞一下下路。加了，啊，你别来！完了，我没闪了，加没了。走走走走走走走，我操！哎呦，没塔了。完了完了完了！守住，守塔。狂塔，你打的英雄好像要老命一样，我的妈呀！完了完了完了！有我在，不要怕，没事的，屋子没大了。长条，保地方见，长条啊！可以，我掉一根，你完了，掉一根是吧？多了这。我也嚼个篮子啊，注意了。我该说什么装备啊？傻子，我没挑，我这边看左手边有没有龙。我也没有东西可以买了，好像。把他抓着，留住他，抓住，抓住，抓住，抓得住，他妈人他妈腿不牢。哎，大龙没了，给你看，他们打大龙。哎呀，这小虫他妈真狗啊！来，中路中路中路！他喵的，别打别团，我死了死了，守一下守一下！加油小畅加油小畅！对，中路好多人，撤退撤退撤退！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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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下面去！完了，我被射死了！直接冲！快跑快跑！守家守家，回家回家！哎呦哎呦！我被他妈日落干死了！你死了这里乱杀！司马懿太猛了！回家！司马懿是谁呀？你死！跟我说，密神没了，密神没了，密神没了，密神杀了我九次，中塔呀，中路中路，塔没了，随意干几，把他塔给拆没，上路，来不及了，上路塔要丢。我操！我打不过百里守约，你后期就废了。蓝，你后期就是蓝脸王，蓝脸王后期是废物。别跑！哎呦，我跑不掉了，被控了。我守家。呜呜，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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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在哪？完了，被逮了。水晶没了，怎么有人在攻击水晶啊？我操，这个龙真贱！还是什么装备啊？这龙真不是什么好人。守住，守住！哦，老马快走了，哥！干嘛，小仓？差一剑！他喵的，早就看小仓不爽了。终于逮死你一次了，真的是！你会搞这小子就宝这个屌毛，他原来就杀射手是吧？你过得了我这关吗？你杀射手？只会搞偷袭，谁给你搞偷袭？这恶心，这个小子，最终你直接把你挖死，我跟你说。不要逮到你。啊！我看我出什么装备？我装备应该出错了。我操！我好痛啊！打我一下。我马上活，给你。我来了，百里守约在那里。我操！我们去下路抓下马老师。哦。哦。
好痛啊！打他！打不过！下！救命！我操！救命！快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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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别打我！别打我！别打嘛！冲冲冲！牛逼牛逼！老板，你偷我手真狗啊！我操！哎呦！偷手！我不带你这样玩的好不好？妈的，你有控制人家手的吗？他喵的！手打手动，我手。那礼物明明就要死的。他喵的，玩不过，动手是吧？小畅，挺住！小畅，快跑！顶住了，顶住了，顶住了，放心。捡回来呀，捡回来呀，捡回来呀！小畅，小畅。哎，我不能捡，哎，我不能相信你的话，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啊？我原地不动啊！我操！边往前边跑边捡呐、哎！可不是大乔。大乔把我害死了，笑呢，你怪我。我站着不动了，妈突然出现一个圆圈，我这不立大空，我操！立大空，我操！你怎么才想？这什么东西啊？我想加你们去出去打，这把得守住才行。好痛啊！这百里小鱼，怎么死了？谁死了？别出去了。完了，人家有个盾了，现在又没了。不是盾，他伤害太高了。我一比四，啊，哎，又没了！救命救命！兄弟们，兄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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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我操！准备猛攻，准备猛攻！你到后面去，你到后面去，你到后面去，红中，你到后面去，你会开大来这里开，那里不行。老夫来，吕布猛攻，吕布，吕布。战场吕布，吕布是谁呀、啊？老夫子，老夫子，吕布，你他喵的吕布，给老子回来！耶！让我走，不要脸！来我打，给我打他！干他！吃不了！哎呀，我靠！他们怎么那么肉啊？来，小子，你装逼，你装逼，你装逼，你不死，你不死！哇，快没了！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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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没了。这把不是，哎呀，这队友真菜呀、啊！太菜了，跟马老师没关系。他们小的时候跟你跟这个有直接关系，黄忠有问题。小的时候跟你有直接关系，龙马没有没有。MVP 金牌战士看到没？这个曹操有问题，他不出肉，他出个红叉。人家是吕布，谢谢啊。哦，吕布，这个吕布也有问题，他出红叉，出乌镜，忘了把自己当射手了，我操！别人本来就出了个，他有问题，我杀了21个没问题。哎呀，赢了，来，小畅，先开始对标，贼弟先问小畅吧。你觉得贼弟会问小畅什么真心话？啊？我想想，要不你们先问吧，我想一下。你们先问啊，那就你首先问问吧。我问谁？我问马老师吗？你问玩玩啊，我被那个妮妮啊。我啊，人家叫万万，万万小哥。我跟 B 哥一队的。哦，你跟 B 神一队的？那 B 神的话，那 B 神问惧怕喽。我问惧怕是吧？没啥问的，两大老爷们儿，童哥。那你问那个问那个清欢吧。行，问清欢是吧？那我就问你为什么笑我这一下？你笑这一下，我问个正常点的啊。就啊，清欢是不是有老头包养你了？清欢，哇，表示好正常哦。这个肯定没有。没有吗？没有。哎，那次，啊啊，啥呢？还问呢？有悬念。那次不要这么搞啊！没有那次，那次连次都没有。可以，没有，搞错了，童哥搞错了，没啥问的了。OK， 搞错了，那次海底捞不是是吧？清欢问回来，我的去呀！好，现在轮到贼弟了吧？贼弟闲着还是不想问，那就惧怕问。哦，不，惧怕问不了，那万万问，万万问惧怕。惧怕对公司哪个女主播有好感？那个不说真话挣不到钱啊！那个安安好像有一腿。对。什么？别写，惧怕露脸，怎么公司什么时候又来了个安安啊？安安又是谁啊？安安是一个。
挺美的女主播。那我手机关机了吗？你关机了，放屁！他们不能说假话，自己说。对哪个主播有好感？人家问的。女主播不是男主播呀、啊。对哪个主播有好感？女主播。女主播。我这么多这么多女主播，说错一个也不好啊，同哥。这说是不是真心话就完了，同哥？对，真心话是不是真心话就行？对呀、啊，不然真的下回这种比赛没有意义，不要让我参加，真的。对。爱要勇敢，大声说出来。随便选一个吗？期待你发现他的爱。你说哪几个？随便选一个。你说对呀、啊，就是没掉啊。女主播的话，就什么玩玩、妮妮、安安、啊，肯定不可能是我，然后。就没了吧？真的、啊？你怎么知道不可能是你呢？就在公司呀。你别搞啊！这三个是吧？这三个，让、哎、我随便选一个吧。等一下，万万你不能让他选，你不能选主播，对，不能选，让他选，对，不能选，三个选一个，选，你不能让他选，随便选一个。啊，这边去坐着。这是真心话，不能随便选，你得问一下你自己。哎三个其中一个是吧，那就安安呗。能选、啊、安安呗、哎、呀没有、哎、说三个其中一个都随便选一个。完了兄弟们说出来了，你看没，安安搞里头了，已经搞里头了，出来一个搞里头了，搞里头了，马上下一个怀孕的就是那个安安。好，现在还有一个要问的啊，谁搞绯闻啊，来贼弟就不用问小三了，来那个直播间那个小三的铁粉来问。哪个粉丝想问小尚啊，你是你扣字且是十级粉丝团，有没有，有没有，有的话我把你直接拉上来，我直接把你弄上来好吧，帮我看一下。 搞针对，我看没有搞针对，贼弟不好意思问啊，那我就让你十级粉丝团的来问呗。贼弟问，贼弟，贼弟问，我都问吗？我想到了。你想到了，那贼弟想到了就不用找粉丝了。那贼弟想的，你看贼弟好害怕粉丝问一些吓人的，他自己在打截胡，你看到没？来吧。没有，我想到了，有没有想我？你在问的什么吗？你在问的什么吗？贼弟，贼弟问小蔡有没有想我？那天是谁没有问我呢？直接脸都红了。脸好红，你看到没？你看到没？小蔡现在笑。哎呀，我操！哎呀，我操！哎呀，我的天哪！没有人说，自己关心的，自己说的，自己关心的，多勇敢，小唱什么蛋？小唱又在这里傻笑了。小唱，人家问你有没有想他，说啊，你回答呀。十秒钟以后考虑一下，十秒，十秒以后说好吧。十、九、想了呀，想了，想了，想了呀，听到没？想了呀，想了，老头又想一下，怎么了？哎呀，想了呀，我靠，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呢？想了。想你了，好朋友，好朋友啊！哎呀，想的呀，你听到没了吗？已经开始说了，直接在这里说了。哎呀，小畅，想的呀！哎呀，你看到没？自己失恋了，不得了哦！不是啊，你别搞啊！没搞啊，人家直接自己问的好不好？背包塞满青涩的回忆。歌曲一放更响啊，老马哎，老马，我这歌曲一放他们已经更响了，怎么办？你觉得怎么办？歌曲一放他们这之间直接已经开始笑，想得不得了了，你看已经开始拿起了手机默默的在看评论，哇，常常在打字，哇，他说什么呀，不得了。哎，老马看到没，我明天就来，我不累，明天我就来要宝贝，真的吗？对，真的吗？对，哇，有一个梦相遇后的鸟啊，是不是又少了？你看他们两个都在笑，你看到没？是吧？是吧？嗯，哎，呀，笑得不得了啊！小三的表情就很真实，小三的表情真实，你感觉很真实吗？对，你觉得有多真实？你刚开始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你要的表情，真的吗？很真实啊。每天他们估计每天都是接着视频聊着天在里睡，想得很啊。嗯，对。哎呀，怎么办嘛？怎么办嘛？肯定得让小畅去陪JD跨年呢。那你说小畅多久去陪？就圣诞吧。圣诞呢、啊？元旦吧，元旦，元旦，元旦啊，还有一个月，他会不会耐不住寂寞了？
那就元旦去了。对 ，OK。元旦，是吧，老马 ？OK。元旦，哎，你看，人家自己问的，是吧？兄弟们看到没？已经回答了，看没？啊？知道。你看没？你看到没？小三这些，哎呀，不得了，哎呀。绯闻？谁绯闻哦？你想什么？谁跟你搞绯闻哦？是吧，老马？